好洋芋做好了。还有小米汤。那功夫茶几点回来了？大哥快回来了。该怎么该问题吃你不得羊肉可能来了我还给你来。嗯。煮面呀、啊！面都回来煮了，得管你们吃。看见，你们吃了个还有点不干哈？哎，这不干了，你吃。这朋友是你们俩这不对呀，接着吃。你怎么不熟了？小黑，这米汤咋样？嗯，我跟着呢，糊糊的。嗯。一会儿把这个夜市摄影拍完，回去就制作吧。嗯。在姑姑家吃的是烤洋芋。